又有一点花花脸跟汉子，这边让人看不起。我才十八岁尔呢，你哪会要这么早就把我嫁出去啦？你有一个家，做牛做马，做唔得了。一个坚强的女性，不管命运对伊安怎残忍，伊拢相信，总有一天花若开，幸福就会来。台视上新八点大戏《牡丹花开》。